一下硬了，啊，痛啊！我操！哇，饥饿剑哦，他饥饿剑哦，那个血少的，哇，他直接补超多了，他补满，我撤，他吃鸡，他吃鸡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谢谢。好，那你退，你退，肚子不会饿，没办法，是瓜、啊，鸡鸟没了，你吃饱点啊！我还有爆炸剑，他自己23000，可以尽量用啊。啊，你要买什么？我说你啊，你可以玩补一下，你可以玩那个十字弩，然后用爆裂剑。爆裂是吧？好，对，它2000块只有3发，可是超强。哎呦，我是都一直拿狙击剑，还有9000多，应该也可以买个。哇，好痛好痛！但是呢，只要它位置卡好，我连炸就可以了。这个鸡是谁的？哦，好啊，还在丢父母啊，对面的。嗯，所以你们在哪里玩啊？在对面玩啊！不要跑啊！对面家的。哇，死了死了死了！死一个又炸死一个！哇哦！哇塞！哇，我的爆炸剑王哎！剑王，他跑超远的，我就算那个掉落。哎呀！繁星，我只剩一发了。哎呦！谁丢了？你还要吗？我买给你，在哪里？不要乱丢，很贵。这边没办法买啊。他们家。你们家箱子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。我全部都买爆炸。爆炸剑在哪里？爆破弹夹有十字弩的，然后左边的火药的。哦，那很贵。吃西瓜。你又要可以 Q 给你吗？看看可不可以。哦，可以可以。非法交易。五个。哎，可以把他们炸下来吗？哦。把那只鸡炸下来还是怎样吗？那鸡的位置，不行，浪费了，我的，对，哎，凋零了，为什么凋零啊？他们那个寒冰圣兽遭受诅咒，哦，好，那我的苹果破坏他们那个领域，在弄什么？还是这只，但这是我刚招的，好，刚打嘞，走啊，要不要上去？音乐，好，走，我上。我爆破剑都拿好了，好，不要那个领域，在上面，我帮你们放补血。我不管，太多了，喂，哇，我这3发没有丢好，补血，我补弹，补好，烧死，哦，中枪，不要那领域在哪里？烦哦，那领域在哪里啊？就是那个蓝的都是。要敲掉，可是那个爆炸剑是一定要射到人吗？还是地板？是敲不掉啊，地板也可以。好。他是要特别的稿子才敲，感觉应该是要特别的稿子。那个领域到底在哪里？他们有爆哦！我被凋零了，这个领域吗？这领域怎么挖？巧克力快跑！巧克力快跑！没事。他也爆弹，他自己炸死自己。哦，我反正活下来了。我去找他，捡他的东西，我没梦。吃西瓜！西瓜！哇，我才干嘛？吃西瓜！哇，西瓜丢了！这里好多人！啊，要死啦！现在西瓜时间是不是？好，我吃西瓜。呜呼，我帽子没了。你还要上去啊？啊，我一直都在上面。西瓜贪食结束了。吃多点西瓜，吃饱点。有好吃，好吃，没问题。好讲。夹瓜。不用客气。一直都是这样，。是。走，小雨，走。走。我们家前线在哪里？在2楼，在顶楼了吧？前线哦，在他们家2楼。在2楼。哎，怎么又有凋零啊？离开地面会中毒。哦，好。我被凋零。那里有，那在水里算了。我先捡一下他们的装。好，拿一下。好痛！哎，对面的，他说的医院就是你们可以阿干，小心！他爬楼梯也不行哦，太多人了，走了，拜拜拜，剩几个，我还在，哇，碎，爆了，碎，后面有一个，来，我楼下有3个人了，需要支援，抱起来，等你这里东西已经捡不起来，你把它捡了，没办法，我也是那个。哇！我要打下去了，算了，我可以买那个稿子，把不要的全部都清掉。对，还有一只。可不可以买那稿子，把它那个清掉？哎呦喂！这可以挖掉吗？哦，这挖掉了，没有用。啊！要拿一般，就是另外的稿子。哦，好。
买看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要找一下。一只凋零。应该在领域那里。还是在哪？火鸡，赶快找回来。火鸡怎么一直射不到人啊？窃取稿，窃取稿，有看到。啊、我看到了。哦，填蛋有够久。在第一页，在第一页。哇，你要打飞机？不不不，为什么他们？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不。哇，露米活下来，你要不要吃的？要不要给你？哇，太久了。救命！你退，你退，你退。蹲守。他的分身，我把凋零的，我把凋零的弄掉了。不要他在后面。哇、哦！下去了吗？对对对，我刚把他打下去了，他刚没血。坐着拍谁啊？这领域要拆很难拆。哎呀，没有弹药，又被打，我拆不掉。然后他凋零死了。我要在他们楼上放我们的凋零领域。哎呀，难怪会被凋零啊！我想说为什么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这女人。不是啊，那个挖掉它就会还给你啊，哎、我就拿来丢啊。上面还有什么这样哦？我上去，我上去，好近哦！我上来啊，又凋零，好烦，你们也知道。你们知道，很烦的、啊。你们用的凋零啊？你们用的啊？自己的凋零啊！我的装备几乎都爆光了、欸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算说等一下，我们去打一打，回来就有了啦。坐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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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到他们家来了。还好了吧，同学？真的还好而已啊，有跟没有差不多了，能用就好了。好啊，真的打这么多呀？这里吃最少肉，好，我都吃金苹果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都吃西瓜，我都吃牛排。嗯，哇，一些装，对，沿路捡，好，保释保释。等一下，零元，需要个盾牌，需要个盾牌。这里就差内内，好，没关系。我没钱了、啊。还有在他们家的吗？来帮你。我在，我在，可是我快死了。盖。哎呦喂啊！没关系，我没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装备怎么捡不起来？要等一阵子，要等一阵子。哦。小雨后面有敌人。哦。哇，你被打飞了。没事，我的。把他们打下去。痛。哇！我把他们打下去。我来了。我被清了，好，你被清了，他们来，他们来了，我又被清，好可怜，没水准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我要买稿子啊！哇，爆炸真的超强哎，天哪！好，我买到稿子，我买到稿子了。巧克力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那边有一个血残的啊，被打下去了。我挖光他们家，拜拜。挖光他们家。我等，我等。那个爆炸直接逆转，太扯了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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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！没事，我帮你把人打下去。拜拜。然后上面我们好像征服了，我们征服了，下面的我也把它清掉了。我们守护他们小鸡了。这券可以用。有人又来了，有人又来了。想上来想上来。风力装备比较多的先打。风力五拿。快回盘后回盘后回盘后！哇，直接炸死他！哇，好扯！小鸡只剩61点。小鸡好惨哦。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好。我没被打，他是打死我啊！我是要再买一种被打的。你不要再埋了，你不要再埋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不要了。埋什么？你埋什么？只有你在埋。禁毒啊！不要埋那个啦。别埋了，别埋了。原来是啊，原来是你啊。埋着禁毒。不是，说明有人在攻击点，我再重新点上。反击后面，反击后面。揍他，揍他！他在拿弓打你。他一直打我，他们上面不能复活，我把他开掉了。离开地面，我跳下地面，刚好被打下去，太好了。禁毒挖掉对面会回血。很瘦，我们是被打了。可以放装备，把那个挖掉其实就会毁了。嗯，我们要学什么嘞？没有打满装。打满装。我也是。好像选职业哦，算了，还是硬一点好了。强三火焰，阿布回来了，回到家里面了。了走天桥过去。那个爆炸剑士真的超爽哎、欸！爆炸剑超扯哎、欸！我好几次都靠他扳回一城。对。现在休息时间。所以不能过去对面玩。反正现在不过去哦。好了，我现在不能打就对了。嗯，会被他们揍死了。那你可以打，只是你有虚弱。不会啊，他们上不来，可以用箭射啊。耶、yeah, ，我是大祭司。嗯，我们的上面在顶楼是吗？我们去他们家。哎呦，嗯，别射我，别，我到。哦，箱子太收不到，太小了。对，对，
哎，纸片不要，现在还在虚弱。什么纸片不要？变冷静。不然那是谁？从对方家走回来那是谁？纸片 啊, 啊，就是你呀、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以为是我们家哦。哇，这个有点厉害，这个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。哇塞！凉了。我们的鸡是降落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的鸡降落了。当处理了。这里有。把那种子 Q 出来就有商店了。还有没有？我要去修装了，对，可以修装。我们机器也掉下来了。对啊。那商店掉下来了。他们有人在上面啊，趁现在。在偷偷来。对啊。偷偷。又吃西瓜。Yeah! 哇！他们要吃西瓜啦！他们要吃西瓜啦！他们在吃了，他要吃瓜啦！不错啦！阿瓜快跑！阿瓜，要被吃掉了！来我们家捣乱！不要吃我！捣乱！哇，好巧！吃掉了！来我们家捣乱！我不好吃啊！钱，居然家里有人吗？吃钱。35秒，休息结束再说吧。没有、啊，右边右边有血。欢迎你，拜。哎，你不是、啊？哎呀，被射到啦！哇、啊，原来是来送金苹果的、啊，辛苦他了，辛苦他了。我只是想回去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？刚好我穷了。耶、yeah, ，我的装备又全满了，又可以再打一场了。他被打下来。那个五十块把它修好了。哎呦！满满都是钱，原来可以修装备哦。应该再买一套、啊，再买一套啊，合上去啊，叠就好了、哦。反正等级都超高。对啊。喂、哎！走喽！走喽！可以可以，走天桥喽！先干吧。那我们的鸡怎么那个？哦、上桥喽！都收到有了没有？跪桥喽！回去啊！啊！回开门机，我们回家喽！我们一起回家喽！我们鸡就是直接敞开来啊，给他们看啊！敞开大门啊！鸡来了！我们跟鸡的聊天，城墙外面呢？怎么办？嗯，铺路我们鸡的所在地啊！啊！铺路鸡所在。哇、哦，好，他没有掉，他没有掉，是莓果虫哎。我帮我们加一点血，他进去就被自己弄死啊！猜一下，一拳放进去。哎咻！我们现在战线往前冲了吗？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桥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在前线，在前线。啊、是有凋零那个什么机器啊？要下去了吗？好，我们下去了，音乐。两盒在一起，我看到了。空降喽！鸡被打了，被打了，鱼要爆，被打了，不要打我们的鸡、欸！他们又掉他的了，我杀掉他的，我杀掉他的。他们的鸡好凶哦，要死了，还有一个，要死了，鸡鸡的。他们小鸡要死，他们小鸡要死了，等一下，死掉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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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鸡鸡鸡鸡鸡，气气气气气。都是影月啊！你看他打了811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很会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杀那么多人啊！对呀、啊。为什么灭伤王啊？哇！哦，我只杀了一个，我都只把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才01650而已。我杀了13个人哦。我只杀了一个，杀了我看自己杀了多少人呢、啊？你打了一批往下，往上滚，往上滚。因为很多是用那个爆炸杀法，所以就不算自己的。啊、8个人，嗯、才六个，最多还少。圣兽打600多。我会玩这游戏了，会玩了，会玩了。我只可以退玩人家抽头叮当，在家里睡就对了。对，最简单就是拿钱塞到对方嘴里，有没有？好爽，还有超多钱。爆炸剑真的是爽爽哎、欸。嗯。漂亮。休息休息休息啦！休息休息，各位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你们拜我，还有，好啦，好累哦，天啊，越玩越累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唉，我要想一下要怎么说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
今天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第一场状况怎么讲？感觉防不住，对啊，就是防不住啦，没办法，还是输了。啊，第二场就本来是真的打算一直当矿工，一直挖，一直挖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忘记，然后就开始跟着冲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啊，我等一下关台会再播一次广告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把喇叭那些关掉了。啊，这样啦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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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